Kumba?你走啊，米青！你走了，我一个人怎么办呀？米青！ 干嘛呢？我今天有点不舒服。不舒服回家呀？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能坚持。我告诉你啊，上回对你已经很客气了。大家都在忙活，你站这儿。那会儿要酒的，赶快过去。